到了。好神秘，传说中的司马库斯，好神秘的国度啊！哎，上帝的部落，上帝的部落，对，我们去看看。入口处。哎呦，我真的是耳闻司马库斯很久了，对不对？第一次来到，我也是。我是暌违十多年吧。哦，不是我来，他可能一个月会来好几次。十多年没来了。耶，终于到了！欢迎光临上帝的部落司马库斯。耶，真的哇，太棒了！终于来到这了，好开心哦！完全跟自然结合在一起。对，而且这边呢，以前又被称为黑色部落，因为它是台湾最后一个就是充电的部落。台湾有很多的部落，对，但它是最后一个。我十多年前就来过了，那这边是一个相当特别的地方。那时候的路好像没有现在这么，那时候路还比较惨烈一点。它是真的有在规划，对，像它的步道什么东西都是有在修缮，包含我们进来的路它都是有在修缮。所以很多人有一阵子没有来的时候，他进来一看说，哎，这里面的东西都不太一样，更新。对对对。一个明亮的空间是非常舒服的，然后再加上整个是原木的蓝那种色调，我一直鸡皮疙瘩。对啊，我觉得这空间里面有放的能量，很神圣状态的感觉。而且上面还有一只长尾水青鹅，真的有没有看到？有哎，十字架正中间长尾水青鹅，它也是十字，这里是他们信仰的中心了。可以这样说，你一进来其实整个心蛮 peace， 而且旁边有个 band 呢。现在我们的传教都要活泼一点，好开心。啊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真的好舒服哦。是第一次进到教堂里面，真的，真的。要结婚，来忏悔，来忏悔，还要忏悔。等一下带大家去看司马库斯的神墓，它最大的一个神墓雅雅巨墓，在这个神墓步道的终点。啊，其实我们走正常的步道进去的时候，它也有很漂亮的竹林，是。但我们走捷径那个竹林呢，我个人觉得更漂亮。所以等一下我们就。说很漂亮的，好，前面可以讲。OK， 有阳光跟没有阳光的时候，哇，那个景色感觉是不一样的。而且这边很适合拍照，我们很多客人这里走到中间拍个照片，然后人在竹林里面。OK， 哦，赶快，这片竹林真的太厉害了。而且它是很笔，算蛮笔直的。哎，那我们在就是步道看到的竹林，它是比较开的。嗯，你看，那可是感觉不一样。这个等一下应该每个人都在里面拍一张那个有没有情境照，这个很棒，是完美打卡的好点呢。很奇怪的虫，哎，奇怪的虫，它的壳是硬的，然后它有虫，哎，老虎的斑纹，是不是蜈蚣？是不是蜈蚣？我最喜欢虫了，哦，是蜈蚣，好可爱哦，哎，可是它的颜色很像蜈蚣，哎，可以吗？哎，它可以摸吗？可以啊，一般人都会把它当蜈蚣，很像蜈蚣。蜈蚣有一个俗名叫什么？百足虫，耶，百足虫死而不僵，但它比百足虫再厉害一点，它是千足虫，是的。天柱啊，马路如虎口，这就是马路。游戏为它是马路，颜色为什么不一样？它很美哎。台湾原生的马路种类很多啦，各种不同。但这是第一次看到长这个样子，跟这个大小，还有它颜色很特别。色毒吗？它有一种来，来，没有毒。好，巴蒂先闻自己的手，你闻看有什么味道？臭臭，是土味吧？不是，其实我都没有闻到，它是杏仁味。骗人，马路有。有对不对？有，是不是杏仁味？我杏仁味，真的，杏仁味，真的是杏仁的味道，加香精的那一种，对，真的香，赶快，对，拿来闻一下，是杏仁味，看味的杏仁，很浓哎，真的，因为马路它可以算是
一种类有毒动物，它是会遇到危险的时候释放一种氰化物。以前的氰化物只要一点点就可以杀死超多人，氰化物不是很毒吗？但是它的氰化物只有微乎其微，就是让大家觉得它的味道不好闻，臭臭的不好吃，那它的天敌就会放过它，这么简单。所以就是刚刚那个味道吗？对。就是你仔细看哦，其实它的每一个体节有两只脚，而且马鹿最多的它有100多对脚，这只是比较小的，大的这么大只。我在婆罗洲有遇到那种大概20几公分、将近30公分大的马鹿。刚从捷径穿出来了，漂亮哎！对啊，你看，它一接出来就是一个竹子桥，超帅！哎，这竹桥好有意境哦。对啊 ，Winters 讲说竹子对原住民来说是一个很棒的经济作物，竹笋可以吃，然后竹子可以拿来盖桥，可以编织，可以编织，很好用。所以你可以看到这边桥都是跟这片土地是融为一体的，没有水泥，好舒服的地方。这边就是。它跟原住民的文化会有一些关系，跟他们的狩猎文化，山地原住民的山地猎场，因为原住民的猎场是有分山地，然后跟海边的。对，那他们到他们的猎场去打猎的时候，你可能会打到一只很大的水鹿，你可能打到很多只大的山猪。那当他们搬步回来的时候，因为以前没有冰箱嘛，都会肢解。对，那他们除了肢解之外呢，他有些不肢解的，他就找到在水流的一些转弯处吧。嗯，他会把就是猎物放在下面，猎物有伤口。对，所以他们就是会有一些有血水或什么的会渗出来，所以他们就开玩笑，哎，就味道稀释，因为猎物又藏在，因为有味道，有味道的，对对对，所以味道稀释这个有猎物的味道，而且放血跟肉吃起来更不会有腥味，用冰，对对对啊。阿姐，嗯，这棵植物好特别，好像在哪看过。哦，咖啡后面有很多植物，有兰花，嗯，然后也有我们上次去那个嘉明湖刺刺的那个塔塔加蓟。哦，这是其中一种在台湾要到这种非常原始、没有破坏森林才看得到的植物，叫做七叶一枝花。啊，你说说看有几叶？七片叶子一朵花。对，一二三四五六七，哎，七片哎，你哪边算到七片？怎么算的？3、4、5、6、7啊，六片而已啊。不是，每一棵植物它可能会有一些个体的差异。我真的有看过刚好七片的，但是也有那种5片、6片、8片、9片，最多有10片叶子。共通的特色就是它的叶子正上方又拉出一支，就是它的花。然后它的花在这边。这种形式的植物好少见。我们既然会把它放在我们的钞票上面，代表它是台湾特有，或者是绝对特殊，或者是可能是濒临绝种的动植物。所以它有一定的特殊性，而且它的花期是现在，现在过后你要再找它就不好找。喜欢樱花，因为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像日本啊，他们跟我一样也是很喜欢樱花。樱花整株对他们来讲都有特别的意义，不然像叶子的本身啊，他们会应用在核果子上面。花的本身我们会用点盐下去腌制，然后泡樱花茶，因为对他们来说，樱花是一个很吉利跟季节的象征。春天不能够没有樱花，然后遇到喜事的时候，我们都需要樱花。樱花季啊，对啊，很漂亮，谈恋爱的季节。对啦，就是这种粉色让人家心动，对不对？樱花很漂亮，突然看到我，我觉得我好像变得有点丑哎。樱花太梦幻，比较漂亮。我拍出那种日本的感觉，真的日式气氛。看到这样的美景，心境都变好。我要的花不止。神木居落到了，哎，
呦，你知道神木步道了，这棵真的超大，就是这一棵吗？不是，这个是第一棵。我们现在其实是踩在司马库斯巨木群的路，群的意思代表蛮多神木，雅尔神木真的是非常巨大，它据说是2000岁以上。我上一趟来是在外面做调查，我没进来神木群，所以今天刚好趁这机会，我把它变成我的样区。对，又要把它变成是，我们就好好进去感受一下神木群的巨这个氛围，走走走。就是这一颗，就是它了，2000岁。那我们要继续再往前看呢。父母，好，我要先看这一颗，不是还没到，有更大颗的吗？这颗也是很大，这个超巨啊，这很夸张的。啊，这颗还不是最大的，对，这颗不是。而且那时候不是有提醒我们说，雅雅神木它还有个像手很强壮，就这颗啦。因为它也不够壮啊，它还不够壮，可它已经特别在被围住了呢。这颗不是那就先拍照啊，竟然很厉害，这个好像20人都光脚拍不到，对不对？拍了。你这样往上看，你还不见得可以看到它的顶。我开超广角都拍不下来。其实，在司马库斯的神木群，它并不是全台湾最大的。对，没错。不过它是很有特色，它的环境跟整个那个气场感觉是很好，就很多人喜欢来这里。进来这边，其实你会觉得每一颗神木，它所创造出来的氛围都是，我用夸张点形容，像一尊神明在这个位置上面。你可以一走进来就感受到哇，那种庄严的感觉。你觉得那树是有灵性的，对，特别是你们看到就是真的那个雅雅巨木的时候，嗯，感觉。哎，这样讲我好期待哦，因为这一颗已经够巨了，哎，它是也很大，没错，对啊，对。千岁，太巨大了，这一看就知道是他了，就是这一尊了。我现在全身起鸡皮疙瘩，哎，不是冷到起鸡皮疙瘩，不是，看到了，对，真的，有像我讲的这样子吧，有，你该前面那一颗跟这个完全没办法比了，对，你看这个整个感觉跟整个生命力，真的，然后它为什么叫雅雅巨木？雅雅在泰雅族里面的母语是母亲的意思，对，所以他们觉得这个就是这里的，就是母亲，大地。对，就好像妈妈撑起整个家那种感觉，哇，对，真的是太棒了。所以走这么远一段路来是绝对值得，真的，其实太为了看这一座神木，一点都不会累。这一趟真的对我觉得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很奇妙的旅程，因为我们这趟其实真的是很像从家里走出来，然后你来，然后我很像带你在我家附近走走公园的那种感觉，对。你会觉得把家开过来这边，然后来这边探索周边的行程，就像是一个基地一样，对，还不错，会更放松，但是也有一个好处，就是你可以自己做很多的事情，就是你会比较活在当下，然后真的手机你就会放旁边，就是你会忘记使用它。还有看到它真的很壮观，我可以想象，就我们站在这边，它的根就是已经延伸到不知道多远了。对，它在这边好久，然后一直防护这个大土地，紧紧守在这里。你可以感受到，不只是雅雅神木的生命力，是这整块土地的生命力，是非常非常棒的。